老花一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的眼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说，六年了就不开花，就不开花，偶尔长个花苞也不长。球兰啊，我跟大家伙说一下，我们做球兰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专业的了。我跟大家伙说啊，球兰你记住哈，五个字：光水土气肥。第一点，光照，它喜光，但是怕暴晒，用脸皮去感受。你觉得很舒服，那就玩命晒，那个不怕。如果说你觉得很热，哎呀，一晒就伤，那就容易晒伤了，明白吗？如果说脸皮厚，找隔壁的小媳妇给你试。第二个点，控水，你就是跟三角梅一样，它略干的时候爱开花，你很好理解。家里边很穷，你有点东西也会省给孩子吃。我那时候我们家穷，我爸妈就省给我吃，明白了吗？略微控水，不换盆，不换土，不修剪。有的花友开完花了修剪了，它那个东西叫花梗，就类似于我大舅子的小丁丁，开完花你嘣给它剪了。好家伙了，成功过了。你要问为什么不开花，它怎么开？不换盆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根系长满了盆，你只要稍微略干了，枝条上面也长气根，它可以从空气里面吸收水分和养分，它就爱开了，因为它觉得根系也差不多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你这个一个是水大，还有一个呢略微缺光，还有一个让你换盆换的，你水大了就不爱发根，懂了吗？所以现在怎么办？再买一盆你就知道了，不怎么用管它，适当的来点肥料哈，你这个。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，可以用夜郎二号，你拍50克的那个规格，它有送磷酸氨基钾，磷酸氨基钾也有了，夜郎二号也有了，就容易开了，好吧？下个周宝说，这个茉莉一直开花，长得不好看了。我大舅子一直生孩子，现在长得不好看了，修理啊，修剪修剪，整个蛹啊，可以修剪，然后缺肥了，明白了吗？可以用反肥水，然后细张的修剪。下周宝帮我看看这怎么了？缺水了，这个缺水了哈，没别的。就有点缺水缺肥。下个周宝说，老花姨帮忙看看现在怎么了，室内阳光照了拿了的没精神。你是室内阳光吗？你也不施肥啊，两年了都不施肥啊。好家伙，娶媳妇儿怀孕了也不给人家加餐，那咋行啊？都两年了，人一天吃三顿，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，你这样相当于好家伙了20多天没吃饭了，你说他能有精神吗？下个周宝说，松红梅怎么救？你这个缺光了大哥，然后换的盆太大了，水大缺光，通风差，表面的土挖出来，适当的给足光照，就慢慢缓过来了。别忘了给肥料啊，你那个松红梅。下个周宝说，这个发财树怎么养成这个问题？剪了不就行了吗？还怎么这个问题？剪了，适当的来一丢丢肥料，我看着是略微有一丢丢的水大，别的没啥，剪了就行了呗。还是不舍得修剪，养发财树每年5月份修剪一次，劳动节前后的。最近天气热啊，一定注意自己防暑，尤其你们出去玩的臭宝，别找刺激，天气老热了，中暑的可多了。要不说就点个赞，其他问题视频上留言。我是老花一，然后最专一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